我追这个白骨精追了几千年都追不到，追到这里来，究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我问问他。嗨嗨嗨，土地公公出来！谁在喊我？哎呦呦、哎、呦！哎，这个小的就是这方的土地。这个地方呢叫做永宁村，咱们村啊有这个法力高强的捉妖大仙镇守。您说的这个白骨精，我估计没胆子来我们这儿，而且您这个就孤身一人，您抓得了白骨精吗？那谁说我只有一个人啊？我还有很多仙友。哦，你们想见我的仙友吗？仙友们出来！你说清楚，考虑好久啊。介绍一下我这位仙友。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唐僧冯绍峰。唐僧这么多头发，最近多吃了点黑芝麻。大家好，我是最帅的猪八戒小沈阳。大家好，我是沙和尚罗仲谦。我冒昧问一下几位，这只有三位来，大圣去哪儿了？悟空你去了哪里？没事，他办救兵去了。他不是怕我念紧箍咒吧？没有，我今天一定不念了。话说回来，刚才呢我也看到了，你们这儿法力的确强大，但我之前说了，我这儿永宁村，我这儿有这个法力特别高强的捉妖天师，没你们什么事儿。捉妖天师啊？要捉妖天师吗？我们四个捉妖还不够厉害？不用了吧，好不好？完全不用。天生法力强又怎么样啊？我不怕你啊，你有胆子你就出来呀、啊。谁敢在我们永宁村造次？你不把帅哥还是怪他，怒不把世界就要开打，他不把爽快要一下，要立马立马立马听我的，不停下下下，不停歇啪啪，就像变了一面。我们捉妖界呢最高最厉害的天师呢是石钱，虽然我没有，但是我们家天音有啊。我是胡妈他娘石钱天师井柏然。你放松，用力，用力，你往上走。你搞错了啦，快把镜头放下。哇，我觉得真的粉丝真的太给面子了，这样子已经可以叫了，这样子已经可以叫了。那我们再摆个 pose 看看你们叫不叫，你叫吗？这次师傅想好了，直接只动了左脚。叫！在捉妖记里面，我才是妖啊！哈哈！哇！小妖报上名来。猪狗，问题是我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我是郑志伟，欢迎志伟哥。耶，志伟哥。我是一心求子的郑夫人闫妮儿。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事，随时可以生小孩，不好意思。还有我，
我是石前天师宋天英的死党小五。二位大娘这么做是不对的。大家给面叫 Mr. Five。 哦，我们的儿子胡巴。还有胡巴。我就是新晋的捉妖天师默默吴莫愁。欢迎吴莫愁。戏里面没看见你啊。但是刚才大家听到了我的歌声。尼姑吧，帅哥还是怪咖，奴姑吧，世界就要开花。你这样都可以啊，那我都到这边来。大家好，我是捉妖记的观众玩主了，玩主了。我们村的天师人多势众，法力高强，你这儿略显孤单呀。大师兄已经搬来救兵了吗？悟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要站在我旁边？你应该很习惯了吧？你选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对啊，真的。对，我是嫦娥。我们欢迎嫦娥，鸡鸡姐姐，耶！今天呢，我是很帅气的二郎神。我跟你们说，我是那个连孙悟空都打不过的红孩儿。大家好，我是喜欢撒花的百花仙子。两边既然今天要对阵，我们先来听听两边的对战口号，好不好？好，三二一，三打白骨精，大胜小妖精。一二三，降妖除魔哪家强？中国三笑，中国三笑。我有告诉大家，队长第一句就忘了，你是队长吗？降妖除魔哪家强？天团地府内同游。本期王牌对战规则：白骨精已附身于两队中某一队员身上，两队需找出白骨精才能获得最强捉妖天团的称号。两队将进行意志力、魅力、洞察力和综合战斗力王牌的四轮比拼，每轮比拼的胜者可以获得关于白骨精的线索，最终哪队先找出被白骨精附身的成员，此队即获得最强捉妖天团的殊荣。若双方都没找出白骨精，却让白骨精完成了神秘任务，则白骨精获胜。来到我们永宁村，捉妖绝对不简单。其实各位正在追踪的白骨精已经悄悄地附在了其中一位的身上。好，不要再提白骨精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进行身份识别的环节，我这儿有一个剑妖神器，帮助大家明白今天整期节目你的身份。只要过去轻轻地滑动屏幕，你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提醒一下，只有一个人是白骨精。在明确了身份之后，对着你正前方的镜头大声地说出你想对白骨精说的一句话。师父，整死我了！
接下来在每一个比拼的过程当中，白骨精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队伍来输，所以大家关注他的很多细节。导航也不错，可以导航到白骨精在那什么地方。无论是动作、表情等等等等。他会来权衡战局哪边对他有利。好，所以他可能和身边的战友做的事情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白骨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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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阿姨，你是谁？我一定要找到你，找到你，打死你，劝你从善。我好喜欢你，快出来吧，你死定了。等我，我会找到你。您正在收看的是浙江卫视在2016年度第一季度全新推出的大型棚内明星艺能成长节目 vivo 智能手机王牌对王牌。其实今天两队人马来只为了一个目的，成为最强的捉妖天团，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素质就是团队的意志力，所以我们马上进入第一环节，叫做是盘桃宴。意志力王牌捉妖天团一路降妖伏魔，面对重重阻拦，他们是否具备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强大意志？谁将排除万难夺得线索？马上揭晓。蟠桃盛宴游戏规则，两组各出队员，两两对决，挑战最残酷的芥末饼干，直到有人忍受不了芥末的刺激去喝水，则视为挑战失败。胜出的一队可获得意志力王牌，并得到第一个白骨精线索。要吃吗？我在减肥耶。这个环节肯定要吃，有很多什么芥末什么的，是吧？有大葱吗？有大葱吗？拼个狠的。芥末饼干。What？ 好，接下来就是一对一的芥末大对决，谁忍不住先喝了那杯水，谁输。第一轮谁和谁？第一轮谁？来，我对他。好，来个合景交杯，准备三、二、一，开始。要嚼，要咽下去，忍住哦。哦，芥末是上鼻子的吗？来劲儿了。忍住忍住忍住。豆子，这还要继续吃吗？不用。没有，我什么事什么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想我爸了，想我爸了。东北的掌声鼓励。哇！下面谁来？等我。我来吧。你来吧。准备，第二轮，三、二、一，开始。受不了是可以喝水的。好淡定啊。受不了是可以喝水的啊。我看到了觉得辣。哇，严厉厉害耶。严厉姐，你今天好性感哦，穿了短裙。哇，少女范耶。哥，喝一口，来来来，喝一口，来来来，喝一口。
里去了？真的，眼泪来了，眼泪来了，师傅的眼泪来了。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又没有人喝，啊，这轮又平了。欢迎月星来。我觉得这个第三把是让我们那个队长来吧，应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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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来，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准备，一二三，来，来，来。月星。干嘛了你？你在开窗？跳舞跳舞跳舞，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跳舞跳舞跳舞，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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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音乐音乐音乐。月心还在吃，月心流着泪在吃，流着泪在吃，流着泪在吃。但是分不出胜负的时候就要加赛。我虽然不能陪你出生入死，但是我能陪你吃芥末饼干。来，干了，干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呀？他呀？对，你吃这个太厉害了。他一点他都没流泪。流了，流，哎，有有有。白骨精，有人喝水了。刚刚谁说不辣的？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捉妖记队。意志力王牌争夺战结束，捉妖记战队赢得王牌，并获得第一条寻找白骨精的线索。请上王牌女郎，提供给你们一条寻找白骨精的王牌线索来。哦，那只有他们有了，只有他们有。
看完了这个线索之后呢，中央纪队可以内部讨论谁是白骨精。你们也可以内部挖潜，看看有可能在你们队啊，可以根据刚才几轮的表现。是你吗？肯定不是我。是不是你啊？你觉得呢？ OK， 好，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听听中央纪队认为谁最有可能是白骨精。我反正锁定了三个人，目前就韩庚啊、邵峰哥啊、小景啊之类的。如果唯一要放一个女性进去，就是吉吉姐。都是美的嘛，美，外貌很出，外貌出众，你判断线索应该是这样。那我觉得不客观呢、啊，那我觉得不客观呢、啊。我跟你说，祖蓝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饼干吃了半块。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刚才那轮的表现。我觉得虽然祖蓝哥的行为很让人怀疑，但是他不符合我们的第一的条件。那个形容词哦，用的非常诡异。人家不是你的，你放心的，不合适。那词儿里边没有提到你。对呀、啊，没有没有。这个游戏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会通过不断的一轮一轮的比拼得到不同的线索，而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是两个捉妖天团的个人魅力。进入的是两队之间的才艺对决。好，魅力王牌捉妖天团不但是正义与英雄的化身，更是全民心中的偶像。唱跳俱佳的他们将通过才艺比拼，决出哪队才是最具魅力的捉妖天团。两位队长把自己的队伍带到讨论区商量派谁出战。两边好了吗？这一轮才艺对决分别派出的是这轮对决的是冯绍峰和闫妮，来，两支队伍先有请。这一轮为什么会派出这位队员出战？我们握个手。你还没看出来吗？从今以后，开车要开得慢一点。这个手是谁的？这个我知道，我网上看到过的。说，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要慢一点。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要慢一点。对，因为本来呢就是三打白骨精嘛，啊，但是三打白骨精齐天大圣今天就不在，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有人来模仿齐天大圣郭富城。我觉得我派了一个很稀奇的人出来。很稀奇的人，因为妮姐没有表演过很多呀。所以你是打算放个冷箭？我们完全不怕，你们的表演大概就是这样呗。闫妮姐先来了，就从闫妮开始。好，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闫妮带来她的才艺对决。
like she loves some.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oves some. In the club with the lights off, but you acting shy for. Come and show me that you're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hat you acting shy for?好了，接下来就要轮到阻拦队的冯绍峰来表演了。绍峰今天带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节目，可以透露一下吗？我们三打剧组来这里，郭富城今天有没有来，那我就代替他给大家唱首歌吧。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吧，你觉得你帅一点还是郭富城帅一点？反正他今天也不在，那就是我帅一点。说得好，说得好。本栏目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vivo X6 4G 大运存，够快才畅快。本栏目由好喝的不要不要的巧克力牛奶味可滋特约播出。觉得你帅一点还是郭富城帅一点？反正他今天也不在，那就是我帅一点。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动起来，哇，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精彩，动起来，开心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无声的泪，掌声雷动，热热烈烈划过场。你没来之前，刚刚我还在说你帅呢。真的是这样的吗？哇，我听到了。我一直觉得绍峰啊帅。哦，他最特别迷我的地方是在哪里？他的眼睛。哦，真的没有这么帅的唐僧啊。没有，他的双眼皮特别双，特别厚哦，好厚的，嘴唇体很性感啊。然后特别爱他。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念紧箍咒了。那就好，不要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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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一念紧箍咒，他就特别痛苦，他有各种摔啊、打啊，各种遭罪。但其实今天是你在遭罪，为什么？因为你要为了向偶像致敬，排练脚都受伤了。我知道啊，对吧？我也听说了。那他也是非常拼，好拼啊，非常坚持，一定要在这个台上向你致敬一下。我们所有人都想向郭富城致敬，对不对？你今天是属于？我是属于你们队的。是我们队的吗？是，我是你队长啊。是我们队的。对。哎呀，我爱死你了。哎呀，队员啊。听话了，知道。既然你已经归到阻拦队当中了，那我们就来到台下一起来看一看绍峰接下来要呈现的这个表演，好不好？好，好，来，压力太大，冯绍峰，不会，没有压力的，我在鼓励你，帮你打气，加油，来，请坐，在偶像面前模仿偶像是好大压力的，告诉你。哎，大圣。大圣，其实你是我们组的。啊，我在那边。那边。
来助战。风吹的芦花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年年到永远，所谓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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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Get the point? Good. Let's dance.我们真的没有在镜头面前看过这样的冯绍峰，你们看过了吗？从来没见过。谢谢你为我们王牌奉献了你的第一次。谢谢。Yeah. 谢谢大家，掌声。其实我觉得绍峰刚刚那个最漂亮的地方就是他分开腿的那个地方。哦。他的腿分得很开。那郭富城可以帮我们分一次吗？分腿没问题，但是我不能跳高来分，我只可以这样分。这样子，哦，我们一起来一个。我教人家做一次，很简单。没有了，没有了。在站地的时候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回来，哦，啪啪啪啪啪啪啪，回来，哦，回来就一下，就带过来，哦，就很简单，手部的动作。来，刚刚他做的很帅。因为他这样过来打两下那个地方啊，腰不是要这样的吗？我说这个是我的一直以来的最经典的一个，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要现场啊，眉头还要皱一下。OK， 够丑了。但是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模仿郭富城非常好。谁？真的？月薪啊，月薪模仿。月薪，来呀！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不过更加寂寞。你很迷惑，我很无措，这些混乱悲喜，记不记得？我吃麻辣火锅的一个声底也绝了，因为吃麻辣火锅吃到一个地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干的感觉，他都有啊。陈诚说到吃火锅呢，对啊，我今天都有一首歌送给你。哎呦，我没有吃火锅的音乐，但是我有一首歌为了你改了吃火锅歌的锅的歌词，锅歌好难懂。我的歌，他有一首歌叫《唱这歌》哦，
我就改了歌词叫《吃火锅》。高唱这个有苦有乐，这才是人生。唱这个美好的人有美好灵魂，若唱这个唱起笑脸，我好运众生。唱这个光荣岁月由我计算。别饿着发呆，别饿着喊着无奈，汤底多精彩，麻辣清汤吃得精彩，酱菜当打开，服务员跟我而来，最好点青菜，剩菜菠菜什么都爱。听我说，我还要娃娃菜。听我说，郭富城现在要来。听我说，想吃什么，召唤世上全人类，共吃火锅，有苦有辣，这才是人生。吃火锅，麻辣火锅。我都要一份，我要芥末创新配搭，咱们与此生。吃火锅，你约不约找郭富城？他唱到我都很想吃火锅那种。可不可以用你的舞蹈就是变成另外一些情景呢？我觉得再譬如说我们刚刚拍的那部电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嘛，孙悟空最厉害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火眼金睛，舞蹈的火眼金睛是这样子的，那电影的火眼金睛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们做好像感觉抽筋一样？我给你一些道具，让你找到这个火眼金睛的感觉，好不好？哇，我的金箍棒，很漂亮哦。我们在 poster 里面有一个经典的 pose 嘛，我们重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好啊，我们出发，师傅。哇！所有的观众，请记住刚才两队在舞台上给你们呈现的才艺展示。这轮你们的投票将决定哪支队伍可以拿到下一个寻找白骨精的王牌线索。现在请各位拿出投票器，祖蓝队请按一，百合队请按二，投票开始。要才艺比拼环节，三大白骨精战队得到了更多现场观众的支持，获得本轮魅力王牌，并得到一条寻找白骨精的线索。三大白骨精队马上会获得下一个寻找白骨精的线索，来有请我们的王牌。不用看，不用看，不用看，来你们研究。你们可以内部先讨论一下。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嘛。哎，是不是我跑你？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哦，我知道了，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他了。是谁呢？白百合，白百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原来这样，原来这样，明白了。最后百合。他们哇，他们这次讨论好久啊。白百合，哎，你看着我的眼睛好吗？怎么了这是？
写的是你，写的是你。不可能，我可是有第一条线索的。你看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已经在乱晃。这样的，因为你们很多个人过来，我表示尊重，我每个人都要看一眼。不对不对不对，你的骨头都露出来了，那还不是白骨精？他就是。为什么？你的手指盖都是白的，脚也是白的，这，而且白板上的牙齿那么白。对，他姓白，他腿还骨折了。你们感觉白板合适吗？看看我的人缘，你们是不是被什么人给迷惑了？给迷惑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被什么人给误导了，是被什么人给误导了。我们都觉得是小沈阳啊啊，沈阳啊！你们感觉是我吗？你一直在把方向往别的地方引。他一直说是白百合。其实我们都怀疑你，都怀疑你。肯定是你。本期你的特别身份是蜘蛛精。蜘蛛精？作为蜘蛛精，要帮助白骨精逃脱两队的追捕。如果在最终环节中，其他成员没有猜出白骨精是谁，则获胜的是白骨精和蜘蛛精。如果白骨精身份被发现，责任又失败。我确实不知道白骨精是谁，无论是谁，哼，肯定是你。肯定是你。我们这边有话说。我们第一条不是，第一条不是。哎，别，第一条，不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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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没关系，哎，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开玩笑。哎，我们刚才怀疑的人现在回到舞台上了，为什么大家都不再讨论他了？你说的是冯绍峰吗？对啊，我们第一轮就点出了几个比较帅的人，为什么呢？给你们一个对。一个参考，我们看了第一题之后，怀疑的是绍峰哥跟梁咏琪，还有韩庚。我反正锁定了三个人，韩庚啊、绍峰哥啊、小景啊之类的。如果唯一要放一个女性进去，就是吉吉姐，都是美的嘛。这样大家可以继续判断，但接下来的线索一定要好好的分析了，越往后白骨精越容易赢。刚才郭天王给出了下一轮要参与的环节，再次大声告诉我们，下一轮你想让大家玩的是火眼金睛，意欲捉妖必先食妖，不管妖怪如何伪装变化，线索多么微不足道，捉妖天团都必须明察秋毫，一眼识破。洞察力王牌争夺战马上开始。火眼金睛游戏规则，一队在场中的隔间出题，另一队在外面猜。出题方利用放大镜头拍摄队员身体的某部分，另一队根据大屏幕上投射的印象猜测是哪位队员的哪个部位，猜中得分，猜错受惩罚，最终积分高的一队获胜。上一轮获胜的队伍是阻拦队，率领你的队员进入我身后的房间。等他们把题目出完，投射到大屏幕上，我们就可以来猜了。怎么玩呢？就是随便找一些位置，让他们猜究竟那个位置是谁的。那个人是谁的？所以要找一个不要那么特精、没有那么强烈的人。你就拍这里边难猜，难猜的。喉咙太难了。莫愁刚才一直趴在墙上听里面的声音，感觉里边很丰富。机甲没有你，你可以猜到男女啊，很难猜的。你看，我都像女孩子啦，我都像女孩子啦，女孩子啦。
耳朵难猜，耳朵容易呀、啊。耳朵的洞，耳朵洞，太难了。掌纹呢？掌纹可不可以啊？他一定看不到。我耳朵非常好用，非常。这里面跟卖菜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猜呀、啊，猜呀、啊，猜呀、啊！牙齿，我们一直都说呀，说呀，说呀。五官呢？皮肤啊。这块吗？看怎么样啊？看看啊！试试。杨哥先拍嘴巴吧。嘴好容易哦。你太容易了。你试试看。看看你的牙齿，看看你的牙齿，看看你的牙齿。是对，这样、哎、太粗了，一看就是他不会看星球啊，有星球啊，星球大战啊。古兰，你们好了吗？好了。哦，里面有了，有了，有了，快看，快看，里面出题了。哎呀妈呀！这什么？啊腿。腿翻过来啊！那个是袜子印，那个是袜子印，可以，这可以吗？冯绍峰，只有绍峰哥刚才穿了那个袜子，是这样的，是腿的这。我要这么拍吗？就是腿反过来，他从这边拍的，是不是？但是这个肌肉线条不太像这个地方能搞出来的吧？可以的吧？可以吗？但是像这个、啊，比较像这个吧，绝对不是手，手还是绝对不是手。OK， 好了，好了，是吧？先派一个过来受惩罚，看看谁。我说一下我的判断啊，我觉得是绍峰哥，因为只有他穿了一个袜子。金宝，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照片是……等一下，等一下，手来的。有答案吗？会不会是沈阳大哥？最后的答案是，这肯定比较白的，比较白，谁比较白来着？二，小沈阳。一，答案是。冯绍峰，冯绍峰是正确答案，真的是冯绍峰吗？所以是谁？是郭富城吗？肖沈阳，真的是他？会不会是沈阳大哥？小沈阳，我很懊悔。哎，慢点，眼睛那块慢点擦。太狠了。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示。哎，眼镜了，卡粉了。男生，这绝对是谁在里边画了半天吧？这个应该蛮难猜的，隔墙有耳啊。但是这个眼线画的这么好吗？这肤质是女生啊？郭富城的睫毛长吗？啊？郭富城他的睫毛长？郭富城他的睫毛长？郭富城他的睫毛长？这个人挺黑的。对，他眼下画的是哪种粉？画的是哪种粉？我来。他会这么牺牲吗？哪个男生本身睫毛还挺长？罗中天，罗中天白吧？这也挺难猜的，也许就是个女的呢。行。哎呀，商量出答案没有？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我认识他很久。哦。他的眼睛我非常熟悉，这个表情我也看习惯了。你确定吗？确定，三个字，郭富城。我，就是郭富城，对，真的是郭富城，郭富城，那就郭富城，是不是正确答案？
我们来看看刚才的眼睛是谁啊？不会吧？哦！他画了很久。两队交换身份，来。这个来，留个白衬衫。对，你把衬衫放这，我就坐这，我就坐这。好，可以，就这样。哎呀，哦耶耶耶，好。可以。哎，出图了。哎，手指头吧，文啊。第四句是手指，白衣服啊，谁的手指？白衣服不可以吧？糊弄我们的吧？哎，不能看。请就位。我觉得是女的。如果是女的话，那哪有这么老的皮肤啊？我觉得里面最老的是王栎鑫。对，白百合不用看了。肯定不是白百合，白百合是白的嘛。给我一猜，他一个嘴儿。我就说小沈阳知道。好了。啊，他们准备好了。好了，谁来猜？我来，文轩哥来。我们输了，沈阳知道我手指是这样的。你第一个预感的是谁就不要掺水。白百合看了。告诉我们答案。答案是啊，我觉得是井柏然，有可能啊，因为井柏然脱了那个西服就是里面就是白色的。哎，脱了外套就里面就白色、啊、有可能。蒙一下井柏然。井柏然，确定吗？就井柏然了。到底是不是井柏然？三二一。看一下到底是谁。我两个手指头长得不一样，我小沈阳是知道的。哦，但他我怎么给忘了，关键时刻忘了。好，我们等待下一题。再回来就不太好。对，就太久，那个人站太久。快点啦！放心，我把墙再削低10公分，阻拦都看不见。我来了！烈焰红唇，很难的。井柏然，不猜了都。像井柏然，我觉得这个像井柏然。井柏然上唇前面是比较尖的，是吗？对，是。吴莫愁吧？吴莫愁。是伟哥吧？是伟哥在这儿。对对，不是你，是伟哥一直在外边待着呢。我觉得是井柏然，谁来打？大圣爷，井柏然，像不像井柏然？你们不觉得这个口红像原来那个有口红又涂了一层吗？它不像是原来没有口红直接涂的口红。哎，你们要看这个，因为你看很明显，那个是上面原来有口红又涂了一层的覆盖的，明白了，是这样，明白了，对，所以是女生啊。故意去压乱我们，他就觉得涂口红肯定是男生，所以我们要扰乱我们的。对，这个是方向是很好。谁来答题？韩哥啊。感觉是有口红在底下。问一下韩哥，说谁？再想清楚。最后你给的答案，猜谁？吴莫愁是正确答案吗？3、2、1。
下。金宝啊！本节目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vivo X 6游戏电影抢红包，畅快切换随你挑。本栏目由天窝茶庄 C 满意，我要陪你美下去特约播出。吴莫愁是正确答案吗？3, 2, 1。看一下，看一下，金宝啊！那个是上面原来有口红又涂了一层的覆盖的，还好我们擦了一次。对，是女生啊，对，是女生啊。欣姐是个侦探呢。王月欣没有人猜过，王月欣啊。本轮火眼金睛游戏环节，两队实力相当，战成平手，都无法得到王牌及白骨精相关线索。这一轮没有队伍可以获得线索，但是下一轮就特别关键了，因为下一轮是我们最后一轮游戏，下一题这么重要的题目，当然要有我们的孙大圣来。哎，老孙，用表演的方法来卸开下一条的题目，这个表演叫做就是孙悟空。来，让我们有请郭富城。我就是我，就是孙悟空。五百年我在仰望长空，翻天覆地把天空震动。不妥协不解释的悟空，踏着命运山路不怕没人懂。扶摇的英雄，嘿吼，孙悟空跨过三流水帘洞，嘿吼，孙悟空飞奔天顶闹了天空，那个发光。我行我素，孙悟空。Wow, to the Monkey King。我把掌声再次送给光天王。所以，你就用这样的一种表演方式，开始为所有的今天的参与者来出题，对不对？就是。大闹天宫，降妖伏魔、拯救苍生是捉妖天团的神圣使命，依靠的就是最强的战斗力。在意志王牌、魅力王牌和洞察力王牌三轮考验之后，王牌捉妖天团将要决出哪支队伍拥有更强的综合战斗力。金刚不坏、打斗不败，真正的力量对决即将震撼登场。大闹天宫比赛规则。每队各派队员出战，在规定时间内，双方尽力把头子上代表各队的胡巴或孙悟空图案翻转朝上。时间停止时，代表本队图案朝上，则胜出得一分。最终积分高者获得战力王牌，并得到最为关键的寻找白骨精的线索。两位队长，由你们
猜拳来决定第一面朝上是属于哪个队的。不用猜了啊，直接让他们来，因为他们现在呢人比较弱，有五个，谁谁谁，他们一面好不好？哎，可以可以。两队队员请都到舞台的一侧。第一轮，二对二。想到两位女生体内蕴藏的能量是那么的巨大，起来呀！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起来呀！只有一个人是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白骨精，不是那一边啊！哎，反了，反了，反了！不是，不是啊！我的妈呀！我打掉！我打掉！不要，不要！想怎样试图还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吴昕获得了一个，吴昕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吴昕把他运走了，把他抱回家。如果爱我就别。还有二十秒，二十秒，十五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这一轮二对二，获胜的是三档白骨精队。耶！吴昕，你是一匹黑马。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三对三，我觉得祖男你必须要去。好，我去。我来，志伟哥就要去啊。好，琪琪也来。加到给男。好，韩东来。好，琪琪也来。来，加到给男。谁来？加到给男。开始。一个人是白骨精。跑出来！
本栏目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vivo X6 4G 大运存，够快才畅快。本栏目由好喝的不要不要的巧克力牛奶味可滋特约播出。继续派出各自的两位队员，二对二，中签，中签，还有，灿灿，灿灿来是吗？那边月心和闫妮是吧？到那边就位。开始。开始。王雨欣闪转腾挪，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哦，灿灿这招也是用的非常好。推他，推他！来，推！这好累哦。后肩力非常大，当然是。啊！沙河像厉害，我们的沙河。感觉好厉害啊！好厉害！哇，月星可以的，王月星可以的。灿灿又上去了。灿灿又下来了，灿灿又下来了，月星，灿灿又上去了，灿灿又下来了。获胜的又是我们的三打白骨精队，又拿到一分，好厉害！最终，三打白骨精战队获得了大闹天宫游戏环节的胜利，赢得了战力王牌，并得到最后一条寻找白骨精的线索。好的，这一轮的三打白骨精队获胜了，所以提供给你们一条寻找白骨精的王牌线索。来，有请我们的王牌女郎。接下来我马上要给出的就是今天最终的一个判断，判断谁是白骨精。哦，那个人呢，太容易知道是谁了。真的吗？真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两支队伍到目前为止给出的白骨精嫌疑人。三大白骨精队，最终你们给出的怀疑对象是韩庚、王月心吗？对，不是了。不可能啊，
但我们不是说白百合的吗？他是不是已经他刚结婚了？他公开他有孩子，他有啊，有可能有孩子，我都不知道哎，有可能确定了吗？只有一个名字，告诉我谁？百合，你们相信我的话，就是白百合。确定了，不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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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好，我们请被选中的人往前走一步来，百合要往前一步。这已经是三大白骨精队的怀疑对象。好，捉妖记队，你们内推的人选是。眼里起，你都觉得是白百合。眼里起，不会是白百合？不是我。那你们要给一个内推的人选是谁？我们这一队需要给出一个信息吗？虽然我非常不愿意给。你有的信息是什么？我有的信息就是平常我对他了解，还有他今天前半程表现，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这样的。谁？锦宝，一定不是锦宝。锦宝平常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上来吃芥末饼干的时候，我问锦宝，我说这个芥末饼干你上去吃吗？本来他说上去，然后后来我又问他一次，我说你上不上？他说嗯，我不去。他平常不会这样，他一定会上来，他不会让我上来的。要不锦宝上吧？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吃，我吃不了，吃不了。就这一个点让你特别怀疑，但是你要说服你的成员们，不会给出这个答案。我知道是谁，是谁啊？我知道是谁，是谁啊？你们刚才得到的线索是什么？我们的线索是从古代穿越到现在，始终貌美如花。貌美如花。所以第一轮我们选了，就是男生女生里面都很美艳。为什么不猜我呀？对呀。你把前面两个字去掉就是你了。这边白骨精队刚才拿到的是什么线索？他的名字有三个字。白骨精是三个字。还有有小孩，说他不常提及他有孩子。白骨精到底在不在当中？马上要请出的就是我的照妖神器，快点拿出来。照出来才怪。白百合来照。请解锁你的身份是小人，捉妖师霍小兰。对呀，啊，不是白骨精，队长会骗我吗？我就说的不是吧，你没人信？我早就说是他。哇，藏得好深啊！藏太深了吧！我知道是谁。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是谁。谁都没信吗？你，小沈阳。小沈阳。祖蓝觉得是谁？我觉得是小沈阳。一开始，你不感觉小沈阳是故意输的吗？他输得很快，他输得好快。对，第二个线索就是他一直在推其他人出来。对，很主动的一直在推其他人出来。所以你觉得是他？我觉得是他。但不管是谁，只有一点就是各位特别遗憾的，今天最终获胜的是那个隐藏极深的白骨精。这样大家都觉得小沈阳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是谁，小沈阳试一下，照一下，不是我，照一下，告诉大家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照一下。请解锁，确认你的身份是。藏得好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借妖神器直接来告诉我们今天玩的最好的这个白骨精到底是谁。来，我们听听看。白骨精的扮演者是本栏目由天窝茶庄 C 满意，我要陪你美下去特约播出。提醒一下，每期节目获胜队的队长将获得由好喝的不要不要的巧克力牛奶味可滋提供的比利时品质美味旅游基金。中国蓝 Family 王牌梦想家计划正在进行当中，本期节目获胜的队伍将获得由天窝茶庄 C 满意提供的10万元王牌爱心基金。接下来呢，我们就让
剑妖神器直接来告诉我们，今天玩的最好的这个白骨精到底是谁？来，我们听听看。白骨精的扮演者是金柏然。金柏然。金柏然。不常提的，是胡巴他娘！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没看明白。井柏然躲过了两大捉妖团队的围追堵截，成功使所在队伍输掉比赛，同时蜘蛛精小沈阳也成功掩护了白骨精，两人共同赢得了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两人将获得 vivo X6 4G 大运存，够快才畅快。我们让这个井宝来跟我们说两句，看看他整场当白骨精的这个感受好不好，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我特别怕跟白酒啊，因为我之前跟他玩过类似的一个，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我都特别心虚。而其次是知道今天是白姐录制的最后一期，非常辛苦，因为之前跟他见面的时候也聊过这个节目，他玩得特别开心，但是因为脚受伤了，所以今天代表胡巴他娘带着孩子要接他爹回家了。他娘走了，我们要回家了，回来了。大家都知道百合在录我们王牌对王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接下来百合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好，我是陈羽凡，在这里先祝大家都安康。当然今天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跟亲爱的百合说一下，你辛苦了，自从受伤以后一直也没有休息，作为一个艺人，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付出了最多，每个人都看得到，当然关心你的每一个人也会很担心，很心痛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永远都支持你，我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快回来。这次节目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和爸爸都是最坚强的后盾还有支持者。妈妈早点回来哟。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两个男人，他们一直会在你身边，一直来陪着你。不得不说，因为我演戏的时候很放得开，但是我其实平常生活中有点慢熟。他们就说，他说你生活中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你有意思的一面，然后就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做了决定，我想跟祖蓝一起给大家带来12期节目的欢乐，结果就录第一期的前一天太寸了，我人生中第一次骨折。但是第二天紧接着就是第一期录制，那一期沈阳哥在，然后志伟哥在，有将近20个演员前辈们已经敲好了时间要站在这儿录节目，所以不管怎么样要坚持下来，然后坚持到现在这一期，大家找到一个很优秀的队长可以代替我的位置，继续带给大家欢乐。百合加油！你用不可掩盖的光芒点亮了录制现场，你用一个艺人的坚持化解了我们所有的不安，谢谢你百合，今日一别，终有机会再见，愿受伤的身体早日康复，愿简单的小妞永远幸福，愿情谊长久，祈愿
再次携手。掌声欢迎各位美女，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湖南天下官网、新浪网、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娱乐、新华网、光明网、中国日报网、360新闻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人民日报、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拉客界面等平台获取更多的节目信息。在这儿要特别感谢腾讯视频、乐视、爱奇艺、 PPTV、 搜狐视频、百度贴吧、百度百科、美拍、大众点评、新奇部落、秒拍、360搜索、360手机浏览器等平台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快让我把这两个妖孽射死吧。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